来 ，Retro Fleet， 啊，木曜四周，好不好？这个刚刚吃完了咖喱，觉得很爽。没错。但是看到没有，我们前面这些全部都是我最喜欢的钢弹。其实我蛮喜欢，但是我儿子更喜欢。真的。我不想花了多少钱给我儿子买钢弹啊！讲一个数字，先把它讲出来，大概买了多少？我讲不出来啊！我们家里说的钢弹啊，儿子，大概几台？讲一个数字出来。没有多少台啊，几十台啊，满到台哥床都是他的钢弹，好不好？没有床睡。喂，没有。但是问题是这样，其实我觉得喜欢玩这样东西的小朋友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。就好像我小时候，我很喜欢玩模型飞机。对对对。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钢弹呢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玩模型飞机，所以我还会喜欢玩模型飞机，喜欢去组装这些东西的人，将来应该都比较聪明，比较细心，非常细心，真的。而且洗车洗得比较干净，像我现在车子都洗得蛮干净，好不好？内装都会保持很清洁。对对对对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请到了真正钢弹的大钢弹大师，钢弹大师，欢迎大钢弹。大乔老师啊，加油！乔，刚才乔，欢迎台哥，台哥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台哥，终于见到你了。不过这个节目都讲说，那个乔老师一直希望要乔很多时间，一定要来我们对，真的很难乔，终于乔了，大概有一年了，真的，差不多差不多，排很久，不是，因为我中间都去内地拍了很多东西嘛，不好意思，不会不会，今天看到了，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台哥玩模型。这个钢弹啊，对，其实我小时候我在看，不是我小时候，我看到我儿子小时候在玩钢弹，玩钢弹，玩钢弹。钢弹，我就觉得这个蛮难的。对，因为它其实在组合上面啊，可以培养他的耐心。对，要很仔细。是，你稍微有一点点逼车票就断了。啊，对，久了，然后这整组贵州拍料料，对，又要再买，可能就会放弃。可是我们有一些技巧可以把它修起来了。啊，可以修起来。对，不一定，不一定真的坏了就丢掉。是吗？对对，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会浪费很多钱嘛，然后就会想办法怎么把它修好这样。而且我觉得他是这样，就是看拿不起来，完年纪。我觉得他是这样，他是看的时候，就是他做完以后，他会有一种成就感。哦，对啊，对。然后他看的时候就会很爽，就会看入神了这样。对，然后你会这样看来又看去，对，看来看去。我记得我的小时候，是，我那时候会在我们家有院子嘛，我会演文。对，不是，实验文是一种，但是我们那时候很流行那种小兵，有没有？哦，绿色的，对，那种，然后还有战车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小只的那个嘛。对对对，但是我也有大的，有小，也有硬件那种，然后我就会把它，我就会挖洞啊，摆一个阵型，摆一个阵，对对对，然后就两边要打仗，然后其实都是自己在自导自演，然后发出很多，会发出很多声音的。对对，自己小的时候，我们是玩钢弹，然后让它飞过去，也是这样子。你说到现在还有这种毛病？对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老婆突然开门看我在做钢弹，然后。就会发出声音，他都安静的把门关起来，然后早上帮你挂号了吗？他说一直都在这个鼻子，这个病一直都没有好，假的，眼睛业障重。对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有一个这样子的兴趣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很喜欢钢弹，他是一个医生，哦，对，他的除了看诊以外，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每天在那边粘这个东西。然后这边组装，难怪要当医生，内科医生嘛。骨科，骨科，这么巧啊！真的是骨科，这么巧，真的是骨科。这钢弹也有骨骼，对不对？有骨骼，骨真的骨骼。而且他从这个钢弹里面真的悟出了前十字动脉跟后十字动脉，后十字韧带，他们的手术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左手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修复，这真的是这样的。真的是有关系。你有没有从这个玩钢弹当中，想到有一天要当骨科的大夫？我没想到那么多，是本身职业。是有时候我本身职业都在做钢弹，就是钢弹，对啊。就是做教学，就骨科的钢弹在对，就专门在修，专门在修这些钢弹模型啊，没有啦，主要是教大家怎么做钢弹模型。哦，对，因为做钢弹模型除了组装，像台哥讲的，组装是最简单的，可是它有喷漆、上色，还有很多不同的技巧。因为我儿子他当时是从做 Kerolo 开始，Kerolo 是比较小，对，比较像这种 Q 版的，对，然后 Kerolo 军曹它也有好几十个，对，而且 Kerolo 军曹他在设计这个卡通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为了推钢弹。
模型。对对对对，他里面一直讲说 Keroro 最喜欢就是钢普拉，钢普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他是其实就是做一个动画来推这个钢弹。对，然后他就从那个，然后就进化到钢弹，钢弹又去进化到那个动漫，动漫又去进化到那个电玩，现在就一直沉浸在电玩当中，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台哥的直播，钱越花越多。电玩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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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觉得他玩电玩，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我儿子所有的英文。跟日文、嗯、都是学里面电玩里面学会的，我、这样也是一种不错的收获，厉害、欸，是很好、啊嗯，这样很好哎、欸，对啊，可以。可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也很常看日本的东西，可是我也学不会，会的都是简单字、啊，对对对，而且还有一些动作跟招数，比方说痛，所以你这个字你这个字一定不会不会的 ，OK 啊，真大 OK OK OK， 好了，哎。卖我公公这样，好不好？对，今天我们来这边还是有一些专业的东西要教大家，就跟台哥分享一些。现在请老师先告诉我一些专业的知识。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前面呢、啊，这几个其实它就叫钢弹，可是它有大小规格不同。所以我想请教一下，大小不同，对，它在制作上面会不会也有困难？就难度关系到它售价嘛。这个台哥看到是那么小，它一定是最便宜，它最简单，最入门。没有那么贵，差不多一两百块而已。这才一两百块。对对对，这盒两百多这样，对对对。这个叫 SD 的钢弹。SD。对，然后再来这个高度啊，叫 HG High Grade HG 的钢弹。那这个叫 Real Grade。这个多少钱？一两百。对，这一两百。到这个呢？这个大概三四百块。对。然后这个在六七百块。这个就要六七百。对。这两个差在哪里？这两个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精密的线条差很多。哦。对，它的精密度就差很多，零件的数量就差。这个到六七百了，对，这差不多六七百。这个到了两千，一千多块，对对，这一千多块，这叫 MG 百分之一，就更大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们再来这边还有，我这边还带更大的，像这个就叫 PG， 这个在两三千、三四千的。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叫做Mega size， Mega size， 它只是大，它就是一个大的 size， 然后其实它的里面的内构啊。就跟这个差不多，他就把这放大，所以他很便宜，他说1000-2000块。可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其实你看，它是每一个都是，piece 一块一块这样连接起来。对。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发明的人上面来讲，他要去解构这个。哦，对啊，这个非常难。这个日本人设计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从一个，他一开始从动画嘛，对，有一个动画叫《钢弹》的动画，然后去设计出这个模型，然后再来把它变成商品。他其实用动画去带商品，然后他也设计 3D 图啊，然后去就是经过时间的演化，它的精密度越来越高，它的材质越来越好。那为什么这些东西永远都是日本人发明？那我们台湾人是在干什么？台湾人就我们可不可以发明一点？台湾人就负责花钱买咯。我们有个人在发明也是有啦，可是主要这些的授权版权都在日本这边啦。哎，说到这个，台湾因为这钢弹模型历史已经三十七年，比我还大。对，37-38年，然后它接近要它在30周年的时候。之后，他们有做出一只1:1的钢弹在日本，我相信台哥应该有听过，有一只1:1的，可以穿吗？可以，它就是真的，就是真的1:1很大。然后他们现在发愿40年要让这钢弹会动，可是就是40年以后要没有没有，在10年后，就是在大概在3年后，我以为还要再40年，在三就要烧给我，在3年后，可是会飞，可是没有没有，先听我讲，可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招标，就是让大家来研发这个会动的结构，结果是台湾一个大学的团队，台湾去得到这样的一个，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弄？就是人才集，而且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明这些很好的东西？可能就是要团结吧，我觉得就是团结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研发一些快乐的东西？不会啦，其实台湾像很多游戏啊，也是台湾设计的，对呀，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就是哪一方面我们可能比较弱，可能那一方面我们很强，一定会有，对对对，就像我们很会做脚踏车，但是我们也可以。那个真的拼出来一些自行车的选手有没有？对，让它变成世界级。可能就场地吧，我觉得台湾最缺乏的是场地，是吗？没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让大家去玩。我是觉得缺乏企业给钱让他们养。对啦，都有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卖个公仔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就要跟大家玩一些模型。来来来，第一次我们来玩玩看，因为之前我们那两盒。啊，这两盒。对，因为之前我们跟远远还有基隆东都玩过了，没错。所以待会我们可能稍微分组一下，我想要让。远远跟台哥一组，然后基隆东跟央央一组，然后我就负责在旁边。我真的很谢谢你，没有把我跟基隆东组在一起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已经了解了。
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做这个，台哥都做了最新的这个，这个是Try Bernie， 就是下次你分组的时候，把我跟泱泱跟愿意，那我跟基隆，你爱跟谁有什么随便跟谁聊，OK， 好了，那不然我们先来分组，来，我做对吧？我跟泱泱一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跟泱泱一组，是泱泱做的，然后我从后面帮他组上，对对对 ，OK， 也是 OK， 那我是不是等一下要需要？没有，你坐在这里，对，我们在后面，前面是不是有一个转来转去的？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这个桥段，我会指挥，老师要怎么做？我坐中间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有，老师要在中间，好，我这边比较好，先由老师来教，今天有在后面有一些工具，对，没有的，没有那么复杂了，先开吧，对，我们先打开吗？好。我们先打开，这个也有，对，都可以。这一支是钢弹，对 ，freedom， try freedom， 攻击自由钢弹。圆圆还记得怎么做吧？这两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对啊，那这都被笑死了。对，这个做出来的大小是哪一个？差不多这个大小。这个。对。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做的模型飞机是一样。啊，对啊，都一样的结构，是这样。对，我觉得现在非常好拔，不容易坏掉，不会像你这样被动。好吧，小时候非常好拔，2分钟我就放弃。好快哦，我们今天时间有限。曹老师说一开始要先看说明书。对，没错，圆圆还记得，基隆都应该忘记了吧？我知道，上次我们跟谁一起组？孔成啊。对，然后他没坐起来吗？没坐，坐不起，坐头了。你也没坐起来？把头坐起来呀。你那好逊哦！好，快点，我们现在来，我们来跟台哥，我们来跟台哥一起玩这个模型。头有点痛了，然后头有点痛，我也不会在上面写上就是 B， 比较难，比较不容易看到。对，它那每个那个上面好像是 B。对，这 B， 然后它就是它是对，它会写然后这边第一步就会有步骤 ，C 的 E 嘛，然后贴贴，要找 C 嘛，是，哎，贴这边 C 嘛，就是 C 在这里，对，然后我们都要贴贴纸 ，B， 对 ，C 万呢，贴一号是贴纸，对不对？对 ，C 万，然后把它摘下来，这个把它摘下来，希望就把它摘，直接把它摘下来，哎，其实很简单，有没有？哦，我贴，然后呢，对，好。我负责摘，负责贴。崔弟，我上次在贴纸用破洞的了呗。这个，哦，工具把它剪下这个。那其实台哥可以做下一步。好，我觉得下一步。其实没有工具吗？对，是没有想理我意思。只用手折就好了，直接这样，直接这样。回来吧，可以吧？这样，哦。哎，我们是有拿那个专业的。没有啦，我们这也用折，这个版本用折的。A 的四跟 A 的六都是一样。A 的四啊，是的，对 A 的四，就把它找。A 的四跟 A 的六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四号跟着，一二，嗨，摆在一起，拼在一起。A 的四，有没有那种感觉是福建的感觉 ？C 的就一 ，C 的就一。A 的四跟 A 的六 ，A 的六是什么？有没有找另外一个？啊，这个这个这个，六对不对？我的六六六，哎。哎，有时候嘛，你有时候你要多吃一点蓝莓，蓝莓对眼睛很好，对，好吧，因为它的花青素比较多，对。OK 吗？你们 A6 A4 对对。我本来还想要叫你们画线的，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。好吧，不然我们就先抓好了。嗨，那你是干？这两个抓起来，然后再抓这里，再抓这里。嗨嗨嗨嗨 ，A 的嗨 A 的16 A 对对对。哦。B 这样，而且我要跟各位，我有头了。我们在拿这个钢弹手，千万不要一起摘下来。然后眼睛，对，一起摘就完蛋了。不同的玩法不可以这样，有的人会全部摘下来。眼睛要先贴吗？当然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有没有摘下来？那他没有跟我说。A 的十六，看到我没跟你说？我会知道，在这里啊。哦，原来 A 的六在这里嘛，这个是 A 的六。哇，这个哎，对嘛，我都忘记，我以为基隆东上次有装起来。我跟杨哥怎么可能一两钟玩啊？我们两个超没耐心的。哦，对啊。嗨，什么这个？嗯，好。啊，那我们在这个装的同时啊，嗯、我们有一些图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等一下那个，因为像这个东西啊，有一个模型比赛，台哥你知道吗？装就是我装，台哥，你知道有一个这个钢弹模型的比赛，嗯，然后最近刚好都大家交完件了，他们有比速度吗？不是比速度哦，是比谁做的精致。我准备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我跟台哥来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叫做 GBWC， 就是它其实是钢弹模型制作家世界杯，它的全名。然后它这个所谓世界杯，就是它所有的人，全世界一共有13个国家，由日本这边举办，然后13个国家，台湾当然在其中之一。然后比如台湾、中国、香港，然后甚至于新加坡，就是这些全世界的国家都会有，比这个比赛。然后
冠军会代表这个国家的选手，然后去日本做一个总决赛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赛的资讯。那我们已经进入完这个预赛，就是已经选完。那再来，我们9月10号会是决赛，那9月18号会是这个颁奖的时候，在美丽华。大直的美丽华。对，如果台哥有兴趣也可以来看看。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预赛的时候，大概会有多少选手来？哦，已经有500-600件作品。啊，有500-600件作品。可是只有选出60几件入围。等于只有10%啊。对，那现在这样讲啊，就是以钢弹的玩家来讲的话，是大概的年龄层是几岁？其实都有，因为它有分青少年组跟公开组了。那青少年组它其实是15岁以下，那15岁我们最低有钢弹玩家6-7岁都有。6-7岁，对，有觉得是可能是我儿子就差不多六七，对，6-7岁，然后最年纪最大的可能50-60岁都有。50岁啊，60岁可能太夸张。对，50岁啊，台哥应该还在这个范围内，差不多已经超过了，差不多32岁是。我儿子他是玩钢弹，我小时候是玩小钢珠啊，小钢弹进口，也是钢弹的，也是钢弹的意思。对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些交件的作品，这盛况让台哥知道。这就是我们在北区交件的情况，在台北三创那边有一个钢弹旗舰店。旁边这位女生是？哦，这是我们有做一个专题，就是记录美少女怎么做模型，然后她是我们的一个美少女，她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吗？她不算工作人员，她就是我认识啊，她也会交干嘛？也会，也会教你调教的吗？啊，对，耶，轻轻的，我还去她，我还到她家调教她做模型。我们有一个专题。到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到他家教他做模型。他自己本身也玩模型吗？没有啦，其实就是他有这个兴趣。然后再来这边就是我们交件的状况。然后这个现在这个照片是评审在评分，就是有几个评审的，对，杂志的总编辑，模型杂志的总编辑。然后这些，然后现在我们放出来这些照片，就是一些在这次交件里面比较精彩的一些作品。你就看到他做一些这种樱花啦。不是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他像这个交件这个作品是他自己发想出来的，对，还是说已经有这个模型，然后拿去以这个模型为元素，然后去改造配色，自己去弄的？对，比如喷漆上色。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做交件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东西是比方说他piece by piece 一片都有已经固定好的。对，可是他这个是自己再去发明的吗？还是没有，他会用原来这些东西，可是他会改出跟原来不一样的配色也好，或是造型，是吗？我们会自己去用一些东西去雕，就是说他可能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，可能是黑色的，然后我们改成红色的，那他会不会做成别的样子？会，也有可能有人会去改。对，他可能好几件，对，就拼成一个。哇塞！对，这边没有，你看有那种金色的熊，就是涂装过的，然后还有这种有眼睛比较诡异的熊也有，就是它就是一些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的原创。对，所以世界上全世界就它一个。没有，不是可能，就只有这一个。这一定是所有的作品就只有这一个。比如说有一些玩家做出来的场景啊，或者是前面这个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，它其实就是钢弹去拼起来的一个飞行装置，那它可以科幻的装置，但是它要去找到可以斗在一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下面这个蓝色这一个机器，对对对对，它其实就是这一只绿色的，它用很多只去拼出来的，有没有？有些地方我们把它解构的话，就可以发现。哇塞，那真的很屌。对，就是会有一些创意可以放在这里面。那它会不会它拼装出来以后，然后他自己拆开以后，他拼不回去。原则上应该不太会啦，因为他自己经过组装设计的，有可能。乔老师，我知道你很会乔，但是问题，如果有3000多遍，好不容易粘好，然后结果后来再拆回去，哇，雄心壮志，我也不相信。可是如果不信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一个3000多片的作品呢、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分解成，比如说10个部件，比如说每300片连在一起。分成几个部件，然后去再拼回去。就是全部都把它用它，比如说我这样装起来，我把手拆开，脚拆开，这样就好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全部使用？你叫我把它拆散，我一定拼不回去。这样把它做到吗？难怪，真的有道理。对啊，局部分解。然后像这个右手边这个左手边这个作品啊，就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我做的，所以这也是你自己拼的。对啊，就改出来做一个情境的感觉。右边那个吗？这个左边那个，对对对，然后右手边是也是玩家制作，反正这个比赛它不限你要，它只限你要用原厂的钢弹模型，随便你怎么，因为其实现在
对岸那边有很多盗版的，他都不希望，因为他是毕竟是日本的产品。他可以查得出来，你那里面有一片是盗版的，是吗？这个不好，就很难吧？就是那个新造的学自由新政，对自由新政，这果然台哥在讲出来。然后刚刚我讲的是北区的交建情况，那我们其实南区有一个交建的会场，在左营高铁站那边有一个钢弹，也是旗舰店那边有一个交建会场。那南部其实也有很多玩家，有看到？好，看一下接下来到底怎么样？接下来南部玩家。其实就还蛮多人，对，我要看一下那个作品选手，有没有女选手？好像没有，女选手在台北。好，我们再下一张看看。台北要多看一下。哎，没了，没有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其实这个比赛啊，接下来已经初赛预选完了，就是600多件的报名里面，我们选了60几件出来，然后接下来会在全部统一在美丽华这边展示。哎，那我要问一下乔老师，是你自己本身玩这个钢弹，你会不会每天那个脑子里都会有一个画面说，会啊，我想要做什么样子？会啊，然后要去想说，哎，我要用什么去凑什么什么到时候，你会这样想？除非真的在比赛的时候或者在创作的时候会这样去想啦，可是有时候。因为这钢弹模型它商品推出的很快，是那每次一推出一个新的商品就会想说我可以怎么去创作它，可以在上面配成什么色啊，或者改什么样的造型。那么你们以后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赛，就是说比方说5个机器人5种钢弹的piece by piece 全部都洒落在一起，然后让大家拼起来，然后开始计时开始，好，拼一个，大家来拼，也有可能，因为其实我们在，其实这个钢弹模型有博览会，在暑假的时候，它就整个都是整区都是钢弹模型的博览会。那我们在会场也有办一些这种所谓快组比赛，就像让小朋友然后拿这个模型来快组，组谁的速度比较最快组完，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小赠品这样。所以其实我们在过程，你看到圆圆就非常专心，他已经做完头跟身体了。圆圆很专心，真的真的。圆圆很适合到修车厂去工作。对啊，对啊，是这样子没错，好不好？不是洗车。你可以洗车，我去我，我去我，负责修车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会不会爆炸？泱泱是不是还在研究那个头到底应该怎么拧？其实泱泱他的对那个图贴纸很讲究。我懂哎，哎，阿东老师你是零四，你应该帮忙啊。有这头我做，我刚跟他讲，我只会做头而已。上次在捅人，我只做了这个头。我也是哎，那个头感觉很简单，我只会这个头。可以啊，你做下去是可以。对。然后可是他后面腰还要装上去了。所以老师我要请问一下，是像你每天都做钢弹，是会不会影响家庭生活？其实还好哎，因为就把它当工作，就安排时间嘛，就是工作时间做这件事就好。那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刚出生快1岁的小朋友啊，就是也要分配时间照顾家人跟。大概有分配20分钟左右照顾。没有那么夸张，也是要花蛮多时间。哎，怎么了？OK， 哦，没关系。刚刚塞进去，可是现在又掉出来。其实还好。那要再打开吗？不用不用，这样就可以。哎，我现在不敢插话了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？哎，我从大的东西，我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玩。哦。可是在大二的时候才有机会可以玩这个，因为是什么科系的？哦。那个视觉传达设计就是跟这种设计啊美术相关的 OK OK 对，然后我们就因为喜欢玩这个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想做这个还可以靠什么方式赚钱，然后才慢慢的把它转换成，比如我有的时候做展览啊，可以做一些收入，就是做玩具的展览，然后就是做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啊，做教学这样。这个不错。那你怎么认识你太太？你说我怎么认识我太太？她也是玩钢弹。我太太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青梅竹马。哇，这么浪漫！没有啦，其实没不是啦，因为我跟她很小时候认识，可是后来长大的过程中，我们各自去寻找自己的方向，最后到了终点，我们又结合了。就在一次钢弹大赛的时候，碰到碰面。没有没有，后来长大刚好一个朋友的婚礼上，再次见到。那他对于你在玩钢弹这件事情，他是表示赞同？当然就是赞同啊，不然。他也不能，我讲难听，我也不会做别的事啊。对对，其实我觉得很好，因为你，比方说你从以前就在跟这些玩具接触，对，将来你孩子慢慢会成长，你就可以陪他一直玩。对，像我们现在就快乐，对，像我们现在就教很多小朋友玩这种刚刚，真的用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，然后去学习这个东西。而且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一定会很骄傲说，你真的有玩过，爸爸很会做钢弹。对对对对，他说 I'm so proud of my daddy。对。就是把这个东西变成工作以后，就要去想怎么去发挥。像台哥可以看到前面这边有一些，对，除了钢弹以外，我们还有做一些这种，比如说拟真的战车模型。然后比如说像上面这些沙尘啊、泥巴，我们怎么去模拟？
然后做出这种仿旧的感觉。这怎么弄？就是真的拿一些泥鸟屎吧，那你如果有那么多鸟屎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可我们真的是拿一些胶水跟一些粉彩，真的把它粘上，真的像素，对，让它有那种。很旧化的感觉，这就很好玩。对啊，然后那些小兵嘛，跟在旁边这样盯着，一场那个有没有？对，自己的室内战争。对，然后比如说像这种，好棒，像这个也是我们做的。比如说像这有一个小兵人，对，有很多。那比如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组合大概多少钱？这没有这个组合，成本价大概？成本差不多六七百块的模型，看到六七百块就可以玩这么久了。对，然后可是我们上色，然后自己做一个小地台，然后把它旧化，然后做成一个小场景。你家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收藏？很多很多。我其实我有一个自己的店，就是一个模型教室。几百件吧，没有在新闻，你在别的地方，我在跟台哥介绍。你如果说自己很有好多精心做出来的一个钢弹，人家要想跟你买，你会不会有时候很不愿意买？对啊，就是常常会这样。因为后来我们进到创作的阶段，我就想说，因为就像刚刚台哥讲的，这个每一件都只有一个，对，我会舍不得把它卖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然后我想说，等到哪一天我真的不小心走的时候，这些都是无价之宝。无价之宝，对对对。因为你这样讲，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。他很喜欢玩那个狗机啦，哦，他一天到晚就做那个狗机，我突然间他会自己做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自己做好的。他真的很厉害，他可以从日本上进口一只跟他人一样高的，然后是模型，对，然后在家里，然后他连眼睛啊，他都是另外再钻进去买一个眼睛，真的假的？好棒，做那有机会一定要认识一下，对。然后他的兴趣就是做这个狗机啦，然后做各种的怪兽，然后堆着。他的家都是 studio 里面，家里通通到处都是这些东西。他可以让家人，那他的家人 OK 这件事吗？他让他玩的那么疯，可以，真的。然后他很奇怪，就是说他可以玩这些东西哦，他都不睡觉。是哦，天天都在玩。然后他可以把这一个哥斯拉跟那个斗在一起，然后变成另外一只怪物，真的新的。对，然后你们做这观念一样一样，然后做花很多钱买哦，啊做卖不卖？对对，这就是有这种怪的，他不是来卖的，他就是他每天这样看，他这样，然后跟我说，对不对？他傻笑，然后说很屌，他就。真的，他就很得意。对，真的对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，我有两三个朋友是这样，就是模型的收藏。对，一个是收藏飞机的，一个是就是他哥吉拉，另外一个就是钢弹。就是很喜欢这种东西。对，我也不会。就像台哥讲的，他你可能一个简单的称赞，我们就很高兴。对，我们也不要。但是我觉得它这是一种艺术品，你不觉得它这样拼起来？可能拼起来就是一个感觉，可是如果经过涂装去创作的话，那就真的就独一无二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更舍不得。对，就是。然后你自己在这个玩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你还会赋予一个灵魂给他。是这样说，没错。你会跟他对话。对，而且，像我收藏很多模型，我朋友就会讲说啊，你如果这些玩具就动起来，你会不会吓到？我不会，我很高兴。对对对对，就在沙丘前景。对，你每一次都自己独特的名字吗？也不到那么夸张啊，就除非是我们。做出一个作品的时候，就会作品会给他名字，会给他名字，对对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钢弹这个东西很值得。再来，我要跟台哥分享一下，我有一个，就是我属于我自己的店面的空间。对，我看照片有没有？非常哦，这个，我之前有一个教室是在内湖的模型教室，它现在就是新的，在七月的时候开的，在淡水，好像在欧洲的感觉，在淡水的模型教室，对，就是在淡水吗？对，在淡水 Mr. Joe， Mr. Joe Hobby， 对，然后是二三楼的一个空间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门进去，然后我们二楼有一个就是教室，钢弹教室，就是教大家怎么做模型。那台哥有看到后面那边有一些那种喷漆箱，有没有？那你门口会不会写钢弹调教？钢弹调教，哎，对哦。就可以加这句话，我觉得刚刚就是放一个匾额在那边，钢弹调教这样，好，回去追加这个，然后再来这边就看到我们橱窗里，有没有？那边都是模型，整个橱窗里面都是模型，大概就一两百件而已。哎，你这边都制作完成的作品，驻足在前面这样子，流连忘返。其实现在会比较少啦，可是有很多来看的学生啊，或是一些消费者，他会自己站在那边看，对不对？对，看很久。我其实也会这样，那时候我儿子要买的时候，我也会这样。哎，我觉得我甚至于哦，我跟他去逛的时候，我就哎，为什么好了没？够了没？不是不会，我说你为什么会买这一只？不喜欢这只。我说我觉得这只很屌，就是每一只都有它的个性。然后我不要这只啊。我那你要买什么？我还会为了要买这只吵架的。你为什么不买？对，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买一只回来玩呢？对，没有，他问我说，我说我拼不起来。OK， 刚刚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卖场的空间，然后再来这边就是比如工具啊，刚刚看到模型制作工具上面其实很多种，那我们就是把它用的非常
非常的齐全，对对，就是一个新的环境。如果有机会，然后再来这有一个玻璃屋，就是我会在里面示范做模型给大家看。嗯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这是我们柜台的空间。没错没错。不过柜台都没有一些那个帮忙的小姐。对啊。对，那刚开嘛，后来就陆陆续续对。刚刚那位是可以请，刚刚可能会有点贵啦。对，然后再来，其实我们 Mr. Joe， 对，我们有推出一些模型课程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密室特效。对，我们有蛮多模型，各式各类的各式各样课程，有从最基础的到刚刚台哥看到这种场景制作，我们都有。然后我们有专门为小朋友规划的 Junior 的课程，真棒，真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如果说从小啊。不一定说一定要人生当中一直都是这个兴趣，对，他至少有一个阶段，他有玩过或尝试过东西，有接触过就好，也是蛮好的。对，很专注意啊。然后在我们这个字幕上面就是我们的地址啦，好不好？淡水中山北路二段，对，171号二楼三楼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去淡水的时候吃完黑店，哦对对对，可以来这边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带着小朋友去。这个假日都有开吗？啊，假日有，假日有，礼拜一公休而已。礼拜一公休，对，假日都有开。然后去看一下，然后顺便去，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钢弹可以带回家一起拼装。啊，对啊，因为你要拼快，我这是在访问旧老师，我就是看你要多久能够。我已经好快哦。如果是你来访问的话，我应该已经拼好。真的？真的吗？因为我是主持人，我没有办法下去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这个要怎么办？那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们可以来继续看这边那么多的钢弹模型，这个台哥应该都认识了吧？这个我知道，是七龙珠嘛。对，这个我还不认识。我鞋子被脱掉，他其实这个也是组装模型哦，这也是模型哦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是悟空啊？对，这是悟空，悟空，对，没错。不得了，他是什么种族的？你知道吗？他是什么种？那你不是人类吗？他是什么那个猴子？那什么什么赛亚人？哇！那他这是赛亚人？那他这是什么形态？这是他愤怒的形态，是超级赛亚人，对，超级最差不多，超级赛亚人的形态。那如果做人，我讲句公道话，是乔老师手上这次答对，奖金100万。奖金一百万，这太好赚了吧？这个很难，对他来说难度。我这个，我觉得连演员都不知道。我差一点就要知道。为什么？就是孙悟空，他变体就变这样。答对，是吗？不是的。太厉害了！对啊，孙悟空变体。100万，你赶紧变起来哦！哎，继续。哎，看来哦。是吗？孙悟空变？对啊。不是吧？孙悟空变体啊！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孙悟空变体，不是啊。演员知道是谁吗？赛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女生就当成了，对不对？是三个字吧，好像。就是孙悟空变。三个字没错。三个字没错。不是啦，他是八有八吗？有点中文忘记。火力渣，对啊，我就想说我以为我认错了，对啊，其实他就是可以动的哦，他这个组装完以后，他的可动性都非常好，都可以摆出各种各式各样的动作，他也可以玩一下。啊，我想到了，Dragon Ball， 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钢魔的。噔噔噔噔噔。Dragon Ball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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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小时候超爱听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听到这个就会有热血的感觉。来，然后就可以这样飞过去。阿达贝恩，真的知道哎？我还真的不知道，真的。在我这个年纪还会唱阿达贝恩，真的太少了。所以那个台哥那个应该，对，真的就是说第一代宅男了，第一代。没有。那时候我是一直在打，一面打爬进狗，一面。那时候就有孙悟空了，就有了。这个也有穿马超，对，开玩笑。业局长，孙悟空，好吧。后来被扫荡以后就没有了，不是？就没有了，就忘了这个音乐，忘了，差点忘记这个种族是什么。厉害。对，这也是一种唤起我们一些是童年的回忆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长大。对，我那时候已经蛮大。在一个很温馨又感动的一个气氛当中，不需要说。差不多，真的假的？还没做完呢，超时费要付哦。超时费是算分钟。你下礼拜8:05进来，不用。我跟你讲，没有8:05。8:05进来。好了，我们跟这些做到一半的模型9:45走就好。好，我们跟这些做的模型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，大家进度。已经很厉害了。其实对，真的比上次基隆东还厉害。我只会做头而已，他现在把身体都做出来了，好玩吗？可是这个是什么啊？这当然是手啊。那这边怎么装啊？
你看你这个，这是你看我们这做的多可爱。对啊，真的，跟我一样，只要做头。有啊，这边还有解体的身体。嘿，真的假的？嘿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还没有装上去。哦，这个是装上去的，装错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差一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什么多利的？那这样就是可以放了。对，你真的很厉害。第一次装这样，你这偏差。乔老师都不理我，做那是。哎，这这装，这是随便。装反了，台哥。装反了，怪不得我装反了。其实蛮有趣的，装反了，你要该装哦，装反了就再把它倒过来就好了，好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大家，那我们不好了，是不是要做一个 ending 了，台哥？做 ending。今天我怎么跟那个乔老师啊，觉得很开心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喜欢的，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模型飞机，是后来就因为。种种原因，我就去打爬庆狗，后来就再就又刚好又因为七龙珠勾起爬庆狗的回忆。对对对对对，后来又麻将，还有天九牌，通通都学得不错。然后再回来学模型，发现其实东西还蛮温馨的，要钱花太多在那边去了。对，那输下嘴了。后来痛定思痛，决定叫人家当刮，真的要做这不如来玩模型，对，玩这种有意义的活动嘛，对，好不好？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乔老师。谢谢台哥，希望大家谢谢。假日有活动，对，要到淡水秀，对，Mr. Joe Hobby， 好不好 ？Mr. Joe Hobby 呢，去看看中山北路，去看电影假啊，中山北路，骑一个电影，好啊，好不好？谢谢乔老师，谢谢台哥老师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欢迎来啊，好，谢谢。那德罗普利跟木曜四号房，我们下周见，谢谢，来了吧？谢谢赞助厂商。哎，这个真的好玩，真的。